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印海荣。诗应有神助，无德及春游，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游春时说的一句话，说的是写诗要有灵感。诗的灵感从什么地方而来呢？灵感从春天而来。春是朱熹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中，姹紫嫣红的百花。是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中，细滑润泽的小雨。还是贺知章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中，沁人心脾的微风。春就宛如一位少女提着花篮披着彩纱来到面前。杜甫咏春诗有很多，其中有一首非常特别，整首诗啊就像四幅绚丽多彩的画卷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堪称佳作。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绝句二首其一，唐杜甫。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。刚才我们朗读的是杜甫的一首绝句，整首诗描绘了一幅春景图，清晨的山香素雅恬静温馨，远处的群山在云雾中忽隐忽现，诗人站在宁静的山脚下放眼眺望，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，就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，满山遍野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花，一阵风吹过，空气中夹杂着芳草的清香。东归的新燕展开双翅，轻盈地飞来飞去，衔泥做窝，叽叽喳喳的叫声划破山野的寂静。一泓山泉顺着山势蜿蜒而下，撞击在岩石上叮咚作响。溪边成双成对的鸳鸯走上岸边，互相依偎着打起了盹儿。迟日江山，春风花草，燕子高飞，鸳鸯暖睡，四幅画犹如电影蒙太奇般的艺术效果，从视觉、嗅觉、触觉几个不同的方面，从远景、近景、中景几个不同的层次交相组合，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。短短20个字呈现了一个春意盎然、生机勃发的春天，再现了大自然之美。这是一首全篇写景的诗，诗人集景而写，构成了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画面。诗人带着欣赏的目光去看这春天的景色，整幅画面是那样悠然自得，足以看出多是歌咏自然景物和抒情即兴诗作，比如矮矮花蕊乱，飞飞蜂蝶多等等。这类诗啊，在他的作品中以清新细腻之美著称，而诗人那种闲适恬淡、清明透彻的心境也寓于其中。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在中国传统水墨花鸟绘画中，许多画家都会选用燕子来表现春意盎然的气氛。明代画家周之勉的作品《双燕鸳鸯图》就是其中一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在表现春天上与杜甫的《绝句二首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。从整体看这幅画，其中几株桃树盘根错节，球曲刚劲，树枝插压，线条舒缓，花丛间双燕翻飞，自由自在地相互嬉戏。桃树间小溪潺潺，水草萋萋，两只戏水鸳鸯相依相偎，犹如杜甫的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，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”的春景美图跃然纸上。从意象上来看，这幅《双燕鸳鸯图》，绿叶在清风中摇曳，桃花上挂满露珠，鸳鸯在湖中追逐嬉戏，燕子呢斜着身子从这边的稻田上一转眼飞到了那边的桃树下，掠过湖面，尾尖沾了一下水面，水波纹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。画面在春树、春草、春燕、春池几组特写镜头下，描绘出一幅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象。而此情此景又勾起多少文人墨客的遐想和回味呢？再从作品的细节上看，桃花的描绘用笔严谨，双钩染色，把桃花的出蕾、微开、盛开等姿态一一表现得极其精致。树的画法借鉴书法笔意，用笔轻松流畅，却又不失物象的形态。所描绘的枝干抓住了物象的特征，运用细腻的勾勒来体现物象的结构。桃树形象逼真，造型精确，始终保持着工写结合、形神兼备的审美趣味。纵观全画，总体布局平稳，虽然图中描绘了树、花、嫩芽、燕子、鸳鸯、石、坡草等等多种景物，但是次序井然，相衬相应，花卉禽鸟走兽的体态神韵都描绘得生动逼真，足以称得上是一幅设色秀丽、精致细腻的绘画作品了。诗书画里的春天都有一个特点，都是充满了无限生机和活力，而且都传达出这样一份感受，那就是无需任何粉饰的洒脱。所以古人们无不喜爱这春，喜爱它独有的春风花草香。